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，会谈成果，还有是否朝向完善。 Arrest of the Huawei executive before President Trump's. 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，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，开展对外投资合作。中日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的。 华为和中兴公司长期在日本合法经营。我们希望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运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，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情。